Hello， 大家好，十月尾了，十月三十一号凌晨时分，同大家继续桑普论证讲美国大选。欢迎大家收睇桑普频道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 Patreon， 睇晒啲广告，睇晒段片，同埋利用 Super Fans Function 咧赞助支持本人嘅，多谢各位。咁今日咧我都系即系喺台湾度做其他嘅主持，其他节目添啦，又搵我做埋主持人添啊，即系连续呢两个礼拜，我谂都好多嘅节目我系主持咧，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见俾我啦。也都希望大家咧繼續呢、即係關注咧其他議題啦。我聽日就會同阿傑斯錄新桑海神州嘅，都係全程兩節，都係講美國大選，因為太緊要，有好多資料冇辦法喺我呢個地方度同大家分享，甚至無有啲地方我哋兩個傾偈咧，可能激出新嘅火花，就少啲我獨白啦，多啲對話，多啲交流，多啲分析，多啲辯駁，可能會一件好事啊！咁啊，大家會收睇禮拜五播出嘅新桑海神州咯。但係我哋而家今日禮拜四嘅凌晨做啲咩咧？咁當然會講下最近嘅新聞啦。咁最近嘅新聞咧，我會覺得即係都係維持翻呢24小時，都係維持翻個研判。如果你話正常咁樣舉辦選舉 ，Trump 係會贏噶。OK， 問題在於幾樣嘢啦。選舉舞弊、暴力，即係動亂啦，同埋呢個政治作戰、認知作戰、外國干預，呢三樣嘢咧係我最睇得重嘅。OK， 咁你話我都同一啲即係評論人傾過啦，有啲可以公開佢哋嘅諗法啦，譬如話明居正先生、明居正教授，咁佢咧就話咧，佢同我意見一樣，如果冇舞弊 ，Trump 係應該贏嘅。如果有舞弊咧，咁就乜都有可能啦。OK， 咁啊，大家會睇翻呢個結果係點樣咧？我哋要分析一下，即係我陣間會講到亞利桑那州點樣點票，點13日出嚟，佢哋成個機制係點樣樣？我哋做一啲剖析俾大家聽。講呢個之前咧，首先要知道咧，拜登咧最近出一啲咁嘅招數。咁啊，呢個招數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我會覺得唔可以即係表面去理解佢講嘅呢番説話。因為呢番説話已經唔係第一次講嘅啦，即係類似嘅説法咧，即係佢最近啦，就喺29號出席個拉丁裔選民拉票活動嘅時候咧，將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稱為 garbage 垃圾 ，OK garbage。我記得2016年嘅時候咧，希拉里話咩啊 ？deplorables 係咪？即係嗰啲可以完全忽視不理嘅人係咪？今時今日咧，仲慘過 deplorables。deplorables 咧，起碼你都係一個人。garbage 咧係死物，係垃圾。今日引發軒然大波。咁啊 ，Trump 咧隨後就喺賓夕法尼亞州嘅造勢活動時咧反應平和，呼籲支持者寬恕呢一個拜登噶。咁啊，事件源於咧Trump 嘅陣營日前喺 New York Madison Square Garden MSG 嘅造勢活動當中，一位喜劇演員被波多黎各比喻為漂浮在海上嘅垃圾島。咁啊，拜登就喺參與拉丁裔組織 Voto Latino 嘅呢個拉票電話會議嘅時候咧，回應呢件事，話咧我睇到唯一嘅垃圾就係佢嘅支持者，唯一垃圾就係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哇 ，OK， 好好似好正常喎，又唔係咁痴呆喎，仲識得鬧人添啊！Fox News 報導咧，拜登嘅言論立即引發共和黨強烈嘅抨擊，被認為重蹈2016年咧希拉里將川普支持者稱為可悲嘅人 （deplorables） 嘅覆轍。而白宮發言人 Andrew Bates 亦都隨後澄清，表示總統話嘅造勢活動上仇恨言論係垃圾，唔係喎，你原先嘅地方係講我看到的唯一垃圾係佢，即係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跟住你咧。透過呢個白宮發言人 Andrew Bates 就話咧，佢係講造勢會場嗰啲仇恨言論先至係垃圾，完全係兩件事，即係想改啊 ，OK？ 並非針對支持者個人咁樣啊，咁樣講啦。其實講真啦，如果你咁樣講法咧，話譬如我啲嘅支持者啦，係咪？我唔係粉絲，但我係支持者啦。你話我係垃圾，咁大家睇翻閣下，大家啲支持 Trump 嘅人，你哋全部都係垃圾。咁你講真，如果喺台灣嚟講咧，刑法309條告訴乃論嘅公然侮辱罪，你即係侮辱人哋垃圾啊嘛，你侮辱嘛告得你嘅 ，OK？
咁當然啦，唔係需要用刑法嚟看待啦。美國唔需要話呢樣嘢係刑法 defamation 告民事咯，係咪？要求損害賠償咯，係咪全部成幾億人每個月你一蚊，你都玩完啦？即係今日拜登真係戇居嘅。咁拜登本人亦都係社群平台 X 發文解釋喎，解釋就係掩飾啦。點樣解釋咧？我指嘅係 Trump 嘅支持者喺麥迪遜廣場花園發表嘅仇恨言論係垃圾。他們對拉丁裔的妖魔化令人無法接受，這些言論並不代表我們國家的價值。 OK， 這個就是這樣去解釋，就將它套入去一個所謂仇恨言論裡面。當然拜登寫這些 X Gag 他的幕僚寫的啦。 OK， 那整件事就是這樣了。面對的爭議呢， Trump 仔 Pennsylvania 的這個 Ellington 的艾倫鎮的競選集會造勢大會上呢，出人意料咁樣呼籲和解，因為事完咧 ，Marco Rubio 就上嚟講翻，哇！拜登講啲咁嘅嘢，話我哋全場人都係 garbage 咁樣。咁問下 Trump 嘅睇法 ，Trump 一上台就話咧，哇！呢、這個比 deplorables 即係啱啱講嘅所謂嘅可悲嘅人更加差。唉，佢都唔知，佢話咧，希望大家咧原諒佢，但佢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請原諒佢。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這些說法如果大家有看聖經的話，你就知道了，請原諒他，他不知道他在做什麼。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是說過這些說法，是不是？就是行苦路的時候說過這些說法，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當然不是等於 Trump 是一個耶穌，你不要 take me wrong， 你阻礙這些東西。我只是說 Trump 是一個人，當然不是神，他不是我的偶像，我不是拜 Trump 為神。但我想這種寬恕的精神，人是行基督的路，這一條路是重要的，這是第一層意義去理解。第二層意義的理解就是說，他會認為拜登說這些說法，他已經精神有問題，他根本上都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可能他已經彷彿到 cognitive test 都不行，他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可能他罵錯人，他不知道罵什麼人，即好像一些老人痴呆或者那些即是有重度精神病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麼，即是試緊佢嘅心智能力，呢個第二層意義。第三層意義係乜嘢咧？係更緊要嘅意義，曲線助選啊！即係今日拜登係曲線咁樣為阿 Trump 助緊選，因為 Trump 點樣講咧？請原諒佢，呢啲人講出呢啲話係 terrible， very terrible， 但係佢真係唔知道佢自己講緊乜。我相信佢比較喜歡我多於喜歡卡馬拉，意思就係咩咧？曲線幫佢自己助緊選啊嘛！喂，你都要個豬隊友喺敵陣，係民主黨嘅左派陣營，不斷係話我哋呢啲係 deplorables 啊，我哋呢啲係 garbage 啊，咁呢件事可以炒作，有更多人投我一票啊嘛！你講我 garbage， 原先支持你嘅人會投我一票咩？唔會啊！原先支持我的人固然會投我一票，但中間未決定的遊離選民一聽完說，哇，你民主黨的甚至乎現任第四十六任總統 quote and quote 總統，現在他講緊話第四十五任總統，現在的第四十七任總統候選人 Trump 是一個呢，他的支持者不是他的支持者是 garbage， 而他沒有道歉過，他只不過我沒有講過，我說是那些仇恨言 hate speech， 我沒有講過他，這些這樣的即砌詞狡辯，你覺得誰會得分誰會失分呢？拜登呢不可以說他蠢到加零一的，他這些位置其實不是第一次的，有聽我節目呢你要知道他好幾次說些極端的言論，戴頂 Trump 的帽在自己的頭殼頂上拍幅相，這個除了所謂的老人痴呆表現之後呢，也都是隱性咁樣對卡馬拉嘅一種咧嫌棄。我都講過啦，卡馬拉就係被拜登嘅團隊邀約話：，喂，不如咁啦，你咧就可唔可以即係俾我係幫你站台造勢啊？咁呢班人就咩咧？研究中 ，Nessy 唔會俾拜登咧去出席卡馬拉嘅場合噶。卡馬拉嘅造勢大會喺 Houston 搞到好大噶，冇揾拜登噶，好多嘅場合。他會找什麼呢？ Michelle Obama、 Barack Hussein Obama， 還有 Nancy， 不是 Nancy Pelosi 的，他找 Hillary Clinton，
嚟幫佢做勢，就好多 Beyonce 係咪啊？即係啲名歌星嚟幫佢做勢，但係冇揾乜嘢咧，冇揾呢一個拜登嘅。咁冇揾拜登，點解唔揾拜登咧？現任總統你個好拍檔喎，老戰友喎，因為你係 coup d'état， 你用政變嘅方式逼到佢落台噶嘛。Nancy Pelosi、Hillary Clinton、Barack Hussein Obama 後面做咗啲幾多樣嘢咧？大家好明白。好啦，你唔中意卡馬拉，咁你咪支持 Trump 咧？我會覺得佢曲線咁樣樣，去大力追啊插 Trump 嘅支持者，搞散成份嘢，就基本上咧推牌，即係你不仁我不義，我同你玩大佢。其實唔係同 Trump 玩大佢，係同卡馬拉玩大佢。呢個先係重點。所以 Trump 最尾句話就係：我相信佢比喜歡卡馬拉更加喜歡我，佢更加中意我。OK。他肯定憎卡馬拉多過憎我，所以他幫我助選，這是第三層意義。 OK， 所以你看到整個 Trump 怎樣去應付這件事是非常得體的，希望這三種意義之下他的回應是都能說得通的。這件事發生之際，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這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不是副總統，總統候選人這個卡馬拉正在華府舉行重要的造勢活動，為十一月的大選吹票。分析指出，拜登陣營近期積極爭取拉丁裔的選票，但這次失言必定會影響到選情。這件事卡馬拉怎樣回應呢？據美聯社最新的報導，就是說，哎呀，我當選總統之後，一定會代表所有美國人， represent all Americans。 這個就是他對拜登失言的回應。咁咧，佢就係話咧，佢禮拜三，亦都即係30日咧，指出咧，佢唔同意任何對於人嘅批評，不論究竟呢啲人係投票邊個人都好咧，都唔同意咧，即係去批評人民本身，即係 with disagrees with any criticism of people based on who they vote for。OK。他說， I will represent all Americans, including those who don't vote for me。 我會代表所有美國人，包括那些不投我票的人。如果你這樣說，也不駁斥拜登，而拜登繼續說那句話，就是所有 Trump 的支持者是唯一的垃圾。如果這樣說，你是不是代表垃圾呢？因為你說代表所有美國人，包括那些不投你票的人嘛，換言之是代表垃圾，你是 Queen of Garbage 呢？你自己回應一下，就是回應一下這個拜登說的話嘛。你不敢正面回應，故所欲言他，閃躲問題，轉移焦點，最厲害都是你的了。我在 Facebook 上播到一個呢，網上的網紅，美國的網紅就會說，即學一下卡馬拉的東西，問你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就說呢，即說一些 word salad 出來，完全沒有答到問題，答了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四分鐘的東西，都不知道說什麼的。這個就是卡馬拉。那今時今日你看到，你說你會代表所有美國人，包括那些不投你票的人嘛，咁嗰啲唔投你票係咪 garbage 咧？你咪 queen of garbage 咯，係咪？咁所以呢一個就好得人驚嘅。咁佢繼續咧就喺北卡州、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咧去做呢、這、一個造勢大會。咁當然啦，呢一種咁嘅做法會係白宮要回應，咁啊拜登又要回應，卡馬拉又要回應，即係屋漏兼逢連夜雨啊！即係呢啲嘢其實係對於 Trump 係有利嘅。當然卡馬拉有沒有做壓軸的演說呢？有。他29日在白宮附近的椭圓形廣場 Ellipse 發表這個總統大選壓軸演說，面對數萬名的支持者，呼籲美國選民揮別過去，開創新局， Turn the page。 其實應該 Turn the page 是揮別第46任的執政黨，去給回共和黨執政才對， Turn the page。 強調這個關乎美國民主存亡之戰。Fox News 的報導，卡馬拉直指前總統川普是民主威脅，說別人民主威脅，其實真正的民主威脅就是這些這左派。他就說這場選戰不單是兩黨之爭、兩位候選人之爭，更加是決定美國的未來走向，究竟是要建立一個保障全民自由的國度，還是陷入混亂與分裂的深淵。這個、就是左派的、修辭。選址具雙重意義的象徵意義的椭圓形廣場Ellipse 咧，基本上就喺白宮附近，正係咧 Trump 嘅支持者喺2021年嘅1月6日咧，即係去到國會前集結嘅地方。咁啊，
Kamala 就特別點名，就喺呢度 ，Trump 煽動武裝部門衝向國會山莊，企圖推翻人民透過自由公平選舉表達嘅意思。又繼續老屈，佢呢種誹謗而延綿達接近四年咁耐噶啦。呢種誹謗咧無日無之，我哋聽到好多人都話咧 ，Trump 係 insurrection。我就第一件事，如果你咁講，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佢冇有罪判決嘅，你可以告佢嘅，係咪？你冇 standing 告佢咩？你咪告佢咯。你告未告完佢之前，佢未入罪之前，唔好話佢一個咩咧罪犯。柯文自己台灣都受審緊嘅，你唔可以話佢罪犯。呢、這個基本嘅原則啊，啱唔啱啊？無罪推定啊嘛。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先唔好講嗰個法律程序。啲法律程序都開始唔到，你講乜嘢咧？你根本冇證冇據。好啦，你講呢、這個 Trump 煽動武裝部門衝向國會山莊咩 words 咧？我都講過 ，Trump 講明當日你播翻成段帶出嚟，兩個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和平愛國咁樣樣去國會山莊度咧去做和平嘅集會。請問去呼籲和平集會喺美國唔需要不反對通知書嘅，唔需要許可嘅。他可以做的，絕對是遊行集會的示威權利來的。他有沒有煽動大家衝進去武力去打敗所有的人殺人，即是去努力呢？沒有這樣做。當發現生根的問題的時候，他立即通知 Nancy Pelosi 出動國民警衛隊、國民警衛軍。 Nancy Pelosi 不理他，今天請問誰的錯呢？你說總統應該指揮國民警衛軍，不好意思，那個地方是 Capitol Hill， 話事的人是 Capitol Hill嘅 Speaker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嘅 Speaker， 即係眾議院嘅議長 Nancy Pelosi， 當時嘅議長 Nancy Pelosi， 佢唔做啊嘛。咁我問你呢兩嘢，呢班左派點樣解釋咧 ？That's the point。講咁耐，你哋有聽懂定冇聽懂嘅咧？係咪 ？Kamala 抨擊 Trump 十年嚟不斷挑起對立、散播恐懼，批評佢係暴虐小人，呼籲美國人民堅決抵制獨裁者嘅陰謀。他強調未來九日內不是 Trump 就是我將會入主這個椭圓形辦公室 Oval Office， 就是說白宮，就是白屋 White House， 他會帶著仇敵清單上任，而我就懷抱建設藍圖。這個全部是將敵我矛盾顯現，而最後就是將所有他的政敵描繪成為獨裁者、仇敵、暴虐小人。誰挑起對立？邊個散播緊謊言？邊個係散播緊恐懼呢？呢位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卡馬拉就承諾將會以包容態度治國。你既然對佢覺得佢係獨裁者，支持呢個獨裁者嘅人又係即係拜登講嘅垃圾，甚至無話咧，誒呢啲都係戇誇嘅。咁你話以包容嘅態度治國，成件事係點樣去説明呢？你成個心路歷程點樣對於一個獨裁者嘅支持者要包容佢哋咧？所以呢個説明唔到嘛，你講到咁樣啊嘛，點包容嘅態度治國咧？係咪？我認為左派係用精神上、觀念上嘅一種咧問題，但係我唔會話佢哋呢班人係魔鬼嚟嘅、禽獸嚟嘅，我唔會咁講嘢嘛。我係人，我有罪、有原罪、有 original sin， 佢都有。我憑乜嘢係站喺上帝嘅角度去指罰你呢啲人落地獄咧？你諗下。我講嘅嘢基本上好基本，就係話我唔認為呢個觀念之爭係代表話我係神聖，佢係魔鬼，只係話咧我係基本上走住一條正確嘅道路，佢係有不神。呢啲地方有蠢嘅，有言語之別，亦都有奸險狡詐以及惡質嘅人之別。咁呢個我哋要仔細區分，唔可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但係你今日民主黨，當你講 Trump 係個獨裁者，當你講 Trump 係一個暴虐小人，當你講 Trump 係一個挑起對立、散播恐懼、仇敵清單，咁我請問你點樣包容呢？你成件事唔一致噶嘛？你話要 tolerance 要包容，佢話唔似 Trump 視自己為敵人，真係視自己為敵人，咪啱啱你講嘅咯？你視 Trump 為個 dictator 啊嘛？佢話呢個 good relationship with Xi Jinping、Putin、金正恩成班左膠，就跟住話喺獨裁者嘅跟班狗。咁我想問你，納粹 fascist 法西斯 nazis 法納粹邊個講嘅？你講噶嘛？年年講，越講越係講。就算民主黨嘅超級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 都話 stop， 你唔可以再講呢啲嘢。
你繼續講，咁呢啲極左派嘅呢啲咁嘅蠻橫倔強嘅態度，點可能話我會包容呢？你講啲 lip service， 邊個會相信呢？係咪？你話你自己唔似 Trump 視自己為敵人，其實你自己就視自己為敵人。你話你願意同不同意見者對話，咁我想請問你啦。Trump 就揾你去 Fox News 度對話，你都唔肯對話啦，係咪 ？Joe Rogan 就話 Trump 你嚟 Austin 度，即係呢個 Texas Austin 度三個小時對話 ，Trump 冇問題，對話完畢。你呢？一個鐘，你同阿 Joe Rogan 講，我只一個鐘嘅啫，同埋你唔去 Austin， 你飛嚟我哋，我包埋機票你飛嚟我哋地方度咧，同我對話。咁你採嘢多餘啦，呢啲唔係對話，你點樣願意同不同意見者對話呢？你有冇同 Robert F. Kennedy Jr. 對話？你有冇同呢一個 Tulsi 呢個 Gabbard 去對話？你點樣對話呢？啱唔啱？佢重新話：我將成為全民總統，永遠以國家利益為先，而非黨派或個人私利。你寫緊當選宣言啊！你今日都未有資格，未有咁嘅能力做緊全民總統啦，除非你躺着選人幫你 rig the election 嘅啫，所以呢樣嘢就好小心。喺政策主張方面咧，卡馬拉提出三大核心目標：恢復全國墮胎權，嚇、啊，即係恢復 Roe v. Wade， 擴大醫療保險範疇，由超級版嘅 Obamacare， 以及增加平價住宅供給嘅。咁基本上咧就係話國家希望喺社會性住宅前線，習近平講嗰啲嘢，增加平價住宅供給。咁呢啲嘢咧，其實要好小心嚇，即係唔好以為咧，麥理浩時代都有公屋居屋啦。咁而家咁樣做係咪更加係德政嚟咧？要好小心應付。當時嘅香港嘅環境同美國而家嘅環境，嗰、那個病體唔一樣，你唔可以用同樣嘅方式嚟治嘅。OK， 需要仔細研究。我覺得增加平價住宅供給咧，大可不必。重點嘅地方就係、是、喺右派成日推薦嘅 Milton Friedman 成日講噶啦，所謂嘅負入息税。negative income tax， 即係你低過某一個門檻嘅時候咧，國家俾錢俾你咯。但係呢個俾錢俾你或者俾福利俾你嘅話咧，基本上係要畫一條基本線，唔係話咧我今日要起一啲用政府去代替私人市場干預成個呢一個房地產嘅發展，起公屋居屋呢啲嘢聽到好好聽，麥理浩時代嘅德政，但後來衍生嘅問題好大，包括係乜嘢咧？你擠佔了有限的土地，使到樓價勁高，你要比地產商更高的利益，於是乎呢，你於是乎政府固守一個地方，跟著其他私有市場不斷飆升的價格，你咪想搞到咁啦？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大家想一想，你不起公屋居屋，搞淨係嘅負入息税，可能是最好的方式。自己想一想下。由於在三個月前臨危受命接替拜登參選，卡馬拉借機向選民作出更深入的自我介紹，強調為白宮帶來新世代的改革思維，希望吸引年輕人。現場就說擁有了75,000名支持者，人潮是由橢圓形廣場延伸到華盛頓的紀念碑，即是 Washington Monument。 Trump 就在星期日就在 New York 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造勢，大家知道就是She broke it, I fix it。 呢個就係佢嘅，即係佢搞爛咗，即係佢呢個我努力興建，佢盡情破壞啊！嚟呢個做呢個競選口號。咁正面迎戰卡馬拉，咁全國最新嘅民調顯示咧，兩人支持度都係誤差範圍嘅。但係當然兩黨嘅呢一個民調，同埋尤其七大關鍵搖擺州嘅選情咧，係拉開咗嘅，卡馬拉輸緊嘅。咁呢一點咧，大家要注意啦。好啦，選舉舞弊會唔會陸續有嚟呢？有一啲蛛絲馬跡，兩件事同大家報告下。琴日我哋講過，即係個選票選，即係個 drop in box for mail ballots 咧，即係啲郵寄選票嘅一啲投寄箱啊，即係街邊擺嗰啲咧，即係唔係自然係有人整一個裝置燃燒佢，咁有部分嘅選票係滅失嘅。咁啊，我哋琴日已經詳細講過呢個問題啦。呢、這個就局限喺 Washington 同埋 Oregon。但是其實其他州都有發現有很荒謬絕倫的情況。我將一些已經證實的資料看看，我不是說網友說的，譬如說有人說科羅拉多、賓夕法尼亞州、
Arizona 各方面都有廣泛的選舉舞弊問題，我希望拿出一個接一個的事實，已經得到證實的，跟大家講，我一定比較慢的，我寧願慢都不會錯，我講錯嘢咧好出事的，即係我看到有些人咧，即係不斷做一些假新聞咧，咁就好得人驚。咁唔係話我唔講嗰啲叫假新聞 ，don't take it this way 啊，就係我證實過嗰啲係真實嘅新聞，有啲我唔知係真與假嘅，我先唔講。OK， 第一單證實到嘅咧，就係美國佛羅里達州 Miami 就係戴德郡嘅一處十字路口，有揸車嘅民眾喺28號禮拜一晚間9點幾發現路中央咧係有個異物，開車門一睇。竟然是總統大選提前投票的票箱，當局證實呢，是當局都證實了的消息，裡面裝有民眾投入的選票的。根據邁阿密新時報的報導，開車民眾當時看到車道上有一個藍色的箱和一包藍色帆布袋，拿到車裡面的檢查的時候呢，箱蓋呢以束帶綁住，即係綁好嘅，咁佢冇拆開嘅，佢聲稱冇拆開啦。箱嘅側面咧貼有咧 RTN00998 54嘅編號嘅。咁啊，駕駛隨即就將物品送往鄰近嘅警察局。咁邁阿密戴德郡嘅選委會喺29號上晝表示咧，由於選舉工作人員忘記鎖上貨車後門啊，導致咧密封嘅票箱同埋密封袋咧由車上跌落，票箱內裏邊咧裝有呢一次提前投票嘅選票嘅。咁邁阿密戴德郡選委會指出咧，警方已經確認所有封條完好無損，內容物冇被破壞或者更換，但呢次疏失屬於嚴重無法容忍。犯下錯誤的員工已被開除。嗱，我覺得呢個真係快速行動啦，呢個緊要啦。嗱，我先假設呢個全部都係真嘅 ，OK？ 我覺得哇，咁都得。我再次同啲左膠講一聲，即係我覺得好多加州左膠同我講，美國咧郵寄選票咧行之有年，行之多年，百幾年噶啦，唔係一件錯事嚟嘅。行之有效百幾年，我同意，因此不是一件壞事，我不同意。我咪啱啱舉例子冇幾本咯。如果你現場投票，親身投票，即場喺當地不會運嚟運去的開票嘅係最好的。香港的選舉都有垃圾噶，獲選完舉當而家唔而家嘅冇選舉啦。當年選完舉咧，個個運曬大嶼山個中央點票中心去點票，呢個荒謬嘅。即場開票唱票係最好嘅，兩黨要有候選人監督，呢個最好嘅。我亦相信各黨派都有人睇住呢樣嘢，即刻唱，即刻量，即刻記，喺黑板上畫 tallies， 呢個最好嘅方式。如果你認為不是這樣做的，你說要郵寄才是最好的，那你就這樣。那這個情況會不會單一事件？現在來說單一事件之後呢，陸續有來。喂，如果有陰謀論者，譬如假設啦，佛羅里達州假設的選票很接近，最後呢 Trump 贏了，卡馬拉輸了，左派的人就會問，喂，你呢個選票嘅呢個票站嗰啲咁嘅選票，係咪知係另一個時空下咧，自己吸曬印入去，跟住之後咧就話呢個 RTN00998 54咧係一個假嘅，或者一個另外捏造出嚟嘅選票箱咧？又會唔會去懷疑有人動過手腳，就扮冇解過帶換過票咧？係咪？成件事交到咁，會牽起到好多陰謀論出現啊嘛。而呢啲你點樣導悠悠之口咧？尤其當選舉嘅票數接近時候，大家就翻炒呢單嘢喺度追究責任。你話呢個美國嘅選舉係幾咁落後？即係我覺得美國選舉喺呢啲地方度咧，係比第三世界國家更加離譜嘅。你話係咪嚴重嘅單一疏？你係咪單一嘅事件？
我覺得現在呢一單單一，以後可能多多多陸續有嚟。第二樣嘢就係話呢啲嘢係郵寄選票惹的禍啊嘛，而且亦都係不專業嘅選務人員惹的禍啊嘛。呢個就係我非常擔心嘅一個問題。第二樣嘢，第二單新聞咧，亦都係緊要嘅。呢單更加離譜，呢個發生喺個南州度嘅。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除咗我哋即 Aurora 嚇，即係話咧 Operation Aurora 清除嗰啲非法移民之外咧，科羅拉多州嘅呢個內陸嘅呢個 state 咧，佢嘅投票系統密碼竟然被貼喺州務卿 （Secretary of State） 嘅辦公室官網上面，過咗好幾個月先至發現被撤下。喂，你投票系統入密碼，原來你～咁緊要嘅夾萬鎖匙，嗰條竟然係留喺周慕卿辦公室個 official website， 全世界都睇得到嘅。當局強調呢個未對選務安排造成影響，佢點解咧？根據美聯社嘅報導咧，科羅拉多州嘅周慕卿辦公室發言人 Jack Todd 就表示咧，科州嘅投票系統存有兩組密碼嘅，即係兩把鎖匙，兩把數字嘅鎖匙。分別是由不同的單位保存，必須要一起使用才能進入系統的。周慕卿格里斯·沃爾德就是 Jenna Griswold 就指出，一組密碼外泄不會造成安全風險，但幾個月你擺在自己 official website 竟然是有人擺，而幾個月都沒有人發現。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周慕卿官網上的某份電子表格在文件隱藏欄裏面放入了這組密碼，而 Jenna Griswold 就透露工作人員已經更換密碼，查看下載狀況和保管鏈，希望能夠查出問題原因。起碼有些人要被 fire 的，是不是？這個美國的選舉，說真的，如果你仔細看，很多年的第三世界的選舉的品質都不如。這個是中國共產黨會拿來做認知作戰的一部分的。你看看美國選舉幾粒樓，天天就報這些東西，跟著推銷中國模式，經濟適度開放，跟著全民監控，政治獨裁、極權、專制，他說這個才好，沒有這些事發生，吹噓給中國人和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知道，遠離美國，靠近中國，這些就是認知作戰，這些是政治作戰，這些就是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嘛。用這樣的方式來打垮美國，這個觀念之爭是更加得人驚。你今天美國的選舉制度搞成這樣，是引全世界的笑柄，所謂何事呢？你說這些是不是很嚴重呢？越來越每日日日新奇，日日新，鑊鑊新奇，鑊鑊金。喂，你昨日就燒票箱，今日就地咗個票箱喺街度，跟住咧個即係投票系統鎖匙冇咗一把啊！你有冇搞錯啊？簡直係呢個係第一件事，我一定要先至聲明，我堅決反對嘅。OK， 第二件事我哋要講嘅乜嘢咧？即係喺咁多嘅呢一種情況之下咧，卡馬拉咧好似褪緊色。即係甩色啊！咁呢個甩色嘅狀況咧係幾嚴重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哋知道《華爾街日報》係第一大報啦，佢不嬲都唔撐任何候選人，幾十年嚟都係咁。我呢個唔講，雖然佢係左報，中間偏左，佢唔撐任何候選人嘅。第二大報《New York Post》咧，《New York Times》咧，《紐約時報》咧，唔係《New York Post》啊，《New York Times》啊，《紐約郵報》同《紐約時報》唔同啊，《紐約郵報》係右派報紙啊，《紐約時報》係左派報紙。很多中國的資金在裡面，他當然是撐卡馬拉，但是後面數下去幾份報紙呢， USA Today 第三名，跟後面有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和 Los Angeles Times 洛杉磯時報，即這三份報紙，今日美國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到今年呢一改的以前的做法，不再支持任何候選人，不再呼籲人家不投票給某個候選人，不講了，不表態，導致有退訂潮，尤其是華盛頓郵報20萬退訂潮，還有 Bezos 貝佐茲都要出來說，是的，即我是有問，即我是叫員工這樣做，我們要做一個媒體應該做的事。
建制派左派入邊嘅建制派都頂唔順極左派，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警訊，呢個好大的警訊。第二個警訊睇到邊嘢咧，就更離譜啦。華爾街啲大鱷咧，同埋啲即係大嘅華爾街集團出聲，即係開始變色啊！呢種變色嘅話咧，我諗係幾嚴重。我哋上次都冇機會講摩根大通 ，OK？ 摩根大通，佢係1799年成立嘅大通曼哈頓公司，同1871年嘅成立嘅摩根公司2000年合併成為美國跨國嘅金融公司，總部就喺 New York Manhattan， 擁有3.9兆美元嘅總資產。2023年嘅營業額高達158.1兆，即係換言之158.1萬億美金，係美國最大嘅銀行，係全球市值最大銀行。作為四大銀行中最大嘅一間，呢間公司被金融穩定委員會視為具有系統性嘅重要性。佢嘅規模同體量常常導致監管部門咧去加強監管措施嘅。咁啊，當然啦，呢樣嘢嘅話同呢個拜登牽手絕對冇問題，但呢四年嚟咧有好多事情發生咗，加強嘅 regulation 監管、覺醒主義、左派覺醒主義啊，即係所謂嘅。左派共產黨嘅覺醒主義嘅價值觀 wokeism， 同埋呢一個黑名貴 BLM 嘅暴亂分子喺各地嘅打砸搶燒，跟住睇到呢一個咧 CEO 咧 Diamond 就率領一眾高官喺公司大門前單膝跪地向黑名貴致敬，表示臣服，已經就曬你哋班 BLM 嗰啲人噶啦。OK， 疫情期間成立300億美金嘅所謂種族平等承諾基金，幫助縮小種族財富差距並促進美國黑人、西班牙裔和拉丁裔客戶和服務不足的社區的經濟包容性。記住是沒有亞洲裔、沒有香港裔的人的。在大門的這個領導之下，又搞 DEI， 就是 多元平等包容這些左膠的綱領，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 stakeholders 的 capitalism 的治理方式等等的東西，搞很多左膠的運動。喂，搞到咁耐，應該話佢應該偏袒卡麥拉先係啦。反對 Trump， 反對 Trump 係 yes， 但係佢係咪真係咁偏袒卡麥拉咧？嗱，最近真係唔同。摩根大通英文就叫 J.P. Morgan 啦 ，CEO Jamie Dimon 大門唔係 Demon 唔係魔鬼 ，Dimon Dimon Magical 啊，大門美之子 Dimon 啊，就唔係 Diamond 係 Dimon D-I-M-O-N。禮拜一28號就對拜登哈里斯嘅政府發起了驚人的攻擊，嗱呢一個係驚人一擊嚟嘅，抨擊咗民主黨支持的監管機構推行繁文縟節對於業界的毀滅性攻擊，開始鞭撻呢個極左派的政權。如果卡麥拉贏得大選，呢位土生土長的皇后區的人咧，本有興趣成為美國的財政部長嘅，就是 Jamie Dimon 希望成為皇后，即係呢個皇后區嘅人希望成為美國財政部長嘅，但係佢咧今時今日就話我唔想噶啦，我嚴厲批評華盛頓嘅官員們用大量嘅新規定、新嘅 regulation 阻礙咗金融業嘅發展。阿 Trump 好多嘅集會都講過啦，如果你要減税定話係減少規管，你要揀一個嘅話咧，問10個人。你問邊一個？你要工程界、法律界，抑或金融界，佢哋都會答你減少規管好過減税，因為規管就係導致嘅商機嘅喪失，限制商機遠大於你抽個定額嘅税。Diamond 就係呢個 Jamie Dimon、J.P. Morgan 嘅 CEO 喺紐約一次銀行家會議話咧，係反擊嘅時候啦，我受夠你呢一篤狗屎 bullshit， 即係佢受夠咗呢篤狗屎啦。佢話咧，好多銀行唔敢同監管機構抗爭，因為佢哋只會嚟懲罰你。我哋唔想只係為咗表明觀點而捲入訴訟，但我戴蒙就認為，如果你喺刀槍劍擊嘅比武中，你最好嘅帶一把刀同佢搏過。哇，咁狠喎！咁呢位年68歲嘅大佬，佢對本屆政府監管美國銀行業嘅計劃咧嗤之以鼻，並且列舉咗一系列佢認為考慮不周嘅規則。
他特別提到了一份目的是幫助銀行吸收重大經濟衝擊的藍圖，這個藍圖強迫銀行在資產負債表上持有更多資本以抵禦任何金融風暴，即是更多 trap cash 在這裡。 For what？ 那這項被視為 Basel III， 就是巴塞爾協議第三的一種要求呢，提議是將要求主要銀行將應急緩衝準備金提高 9%。 哇，這位資深銀行家警告說呢，這些就是魔鬼重要藏在細節中。他說呢，我們一次又一次起訴我們的監管機構，因為事情正是變得不公平和不公正，他們損害了公司很多這些規定，傷害了低收入的個人。大門暗示呢，在11月5日的大選之後呢，這些計劃甚至可能無法維持下去。他認為這些計劃基於愚蠢的計算。他在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美國銀行家協會這個專門做遊說機構的組織的年度論壇上面表示呢，所有這些重疊的規則給我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我們不可以退一步說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令個體制更加好去運作，所以覺得沒有辦法說暢所欲言的說法。那麼這位 JP Morgan 的首席的執行官，就是這個總裁 CEO， 還抨擊了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 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局長 Rohit Chopra 的一項新規定。那項規定就使到消費者更容易在金融服務提供商之間轉移個人數據。兩間銀行遊說團體已經提出訴訟，說 CFPB 超越了它的法定職責，所以看到這個政府幾咁不堪。而就算華爾街集團都有微言，而在這個關鍵時刻有微言是非常重要。我說三大左部 Washington Post、 Los Angeles Times 和這個 USA Today 多次吞了。 Diamond 鬧緊 Biden and Harris Administration 這件事，大家看不看得到呢？很嚴峻的。那 Diamond 甚至說到一個極左派Elizabeth Warren， 如果三大極左派呢，第一名 Kamala Harris， 第二名 Bernie Sanders， 第三名一定是 Elizabeth Warren 的。 Elizabeth Warren， 就這位堅定盟友，就是那個時候說呢，喂， Rohit Chopra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有一個嚴重缺陷，我親自講過給他知的了，那個就是你會用你的大腦來證明你已有的選法是正確的，即是你自己犯錯，完全不聽別人的說法，完全是自己固步自封。那麼 New York Times 上個禮拜重複了New York Times 的記者 Charles Gasparino 在9月12日的獨家報導，說這位 JP Morgan 的 CEO 更加希望在 Kamala 裡面謀得一個政府的職位，不過看來機會越來越低了。 Trump 的勝算越來越高， Kamala 勝算越來越低，這些華爾街大鱷是看誰贏的嘛，你不要以為他不看這些東西。所以就說，就算華爾街集團今時今日都要停一停，想一想，向後退一步，靠邊站。因為西瓜煨大邊，自己不要重複2020年這班華爾街集團犯過的錯，寧願去被 Trump 的政府壓低順服，都不要跟他硬撼，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說呢，華爾街集團對於極左派的支持呢，可以出現嚴重的裂痕。 Biden 和 Kamala Harris 的裂痕是一條，跟著三大報不再撐 Kamala 是第二條，第三條華爾街日報 Diamond 講出這些東西是第三條。三條裂痕呢，我們看到是非常嚴峻的，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通過三寸不爛之舌去解決的。那這個呢，是為最後一個禮拜，因為現在倒數第六日嘛，現在美東時間30日，所以要計算今天30、31、1、2、3、4，接著5頂多7日的5、9、7日，6日多的時間，一個禮拜都不夠。我想先問，那你怎樣去救到 Kamala 呢？我想機會很難。接著還有一個重炮手，當然我對這個班農呢是沒什麼好感的。 okay， 我想先說明，因為他這個人呢是 Trump 曾經用過一段短時間很快將他整走了，他從來不是 Trump 團隊的重要人士。 OK， 但我會覺得他是不是被政治迫害呢？ Yes。 OK， 那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在說國會山莊事件嘛，拉了他們嘛，拉 Peter Navarro， 拉他嘛，是不是？這些情況是政治打壓，他是很顯然，如果只是說這宗案件政治犯，你說他有沒有些貪污舞弊啊、信錯國民貴的事呢？
呢啲嘢咧，大家知道。OK， 佢會同郭文貴有咩嘅 conspiracy 咧？我先唔講先。但係呢位保守派嘅知名嘅 podcast 播客嘅主持人班農 Steve Bannon， 佢禮拜二啱啱29號就由呢一個聯邦監獄獲釋之後咧，立即就民主黨操縱大選嘅行為咧，向美國人發出嚴正嘅警告。佢喺佢嘅節目，尤其 podcast 嘅節目咧 ，War Room 作戰室入邊話咧，我想確保每個人都明白一啲嘢，就係佢哋無意放棄權力。佢哋係講拜登卡馬拉政權。班農因為拒絕遵守民主黨對1月6號事件嘅蘇聯式嘅蘇維埃式嘅調查要求，而係被判處咧4個月監禁。佢講到咗選舉工程嘅3個階段，包括咗動員投票嘅行動。第二個就係由 Mark Elias 領導嘅選舉日後訴訟，同埋第三喺共和黨獲勝嘅情況之下咧，當時民主黨將選舉過程嘅去合法化嘅行動，其實即係基本上當時民主黨點樣操縱呢個選舉啦。班農咧就話咧，作為一個來自聯邦監獄嘅政治犯，佢係政治犯啊，呢個係我覺得呢件事係個政治犯，我冇否認啊。佢話我可以講俾你哋知。这个国家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年轻人非常讨厌 Kamala Harris， 他们厌恶他。但我们有机会在11月5号 Election Day 消除种族和其他特权。他强调了科技亿万富翁 Elon Musk 和草根活动家 Charlie Kirk 为了推动投票所做的实地的努力，在地的努力。班农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投票动员，而呢個正係群眾可以發揮作用嘅地方，因此咧，佢冇離棄到佢本身嘅價值觀。班農隨後直接就向前議長呢、這個眾議院嘅議長 Nancy Pelosi 講嘢啦。Nancy Pelosi 就係對於1月6號事件嘅武器化 weaponization 嘅調查當中咧，以不服從調查人員嘅傳票為由咧，將班農監禁。班農就話咧，佢將我作為政治犯送入去聯邦監獄係為咗做兩件事，一削弱呢個 War Room 節目嘅影響力，同時第二係為咗擊敗我。跟住咧，班農就話 Nancy Pelosi 攞出嚟嘅2號圓筆，將佢寫落嚟。呢、這個節目從未如此強大過，佢背後嘅聲音從未如此強大過，觀眾力量從來冇好似而家咁強大過。我哋將會11月5號俾你哋呢啲瘋狂嘅進步主義者致命嘅一擊，然後我哋將會確保之後嘅政策。呢位前 Trump 嘅政府嘅官員隨後發表咗個人信息，對針對佢嘅政治起訴表示蔑視，話4個月嘅監禁賦予我新嘅力量。佢話我比以往任何時候咧都更有活力，更加專注。2016年同2020年一樣，我哋都清楚睇到就喺呢度發生咗好似咩嘢，以及我哋必須做啲咩嚟打敗佢。我哋必須讓呢場競選超出佢哋 rig 嘅能力 ，too big to rig 啊！咁班農嘅勝利獨白為佢嘅監禁畫上咗句號。咁喺大選前嘅4個月裏邊咧，民主黨人剝奪咗呢位受歡迎嘅保守派媒體主持人嘅直播權。今日4個月監禁，其實囚禁嘅人何止佢一個咧 ？Mark Meadows 啊，梅多斯，Trump 政府時期嘅前貿易顧問 Peter Navarro 納瓦魯，兩個都係被判4個月嘅。咁當然呢個輕好多啦。即係類似一啲咧，即係話你唔遵守法庭命令而導致到咧你要判監嘅嘢。但係你諗下，香港嗰啲就完全唔係4個月啦，而家未審先押4年都嚟緊啦。所以我哋睇翻佢哋判4個月，其實出到嚟咧都係條好漢。Peter Navarro 嗰啲啱啱出嚟嘅月嗰日就係咩嘢啊？7月喺 Milwaukee 出席咗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RNC， 咁而家咧先至班農出獄，咁啱啱趕得上咧。11月5號去投票嘅，咁啊，拭目以待佢哋兩個有啲乜嘢嘅睇法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大家知道成件事咧未完結噶，即係仲有好多嘢會講到啊。咁啊，尤其我哋會睇到咧，精彩嘅嘢咧，可能仲喺後頭。咁啊，卡馬拉要同拜登保持距離，固然不在話下。咁但係你睇翻即係 Knox Center。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 美國民意研究所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呢份民意調查指出咧，40%嘅登記選民會極度或者非常
擔心選後有暴力企圖推翻選舉結果。亦都有類似比率的選民擔心會是有意司法訴訟企圖推翻選舉結果的可能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說非常或者極度擔心地方或州級的選務官員會試圖阻止確認計票結果的。咁啊，呢樣嘢嘅情況咧，大家都知道咧，係大家都擔心，所以我就話啦，三樣嘢再講多一次啊，即係不厭其煩，因為呢個好緊要，舞弊，包括啱啱講啲選舉甩漏，我覺得算係廣義嘅舞弊嘅部分，即係 election 嘅 irregularities or fraud 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 violence riot 呢啲基本嘅問題。第三樣嘢就係乜嘢咧 ？foreign intervention。political warfare 外國干預和政治作戰包括認知戰、媒體戰、假消息這三樣東西是我們非常要注意的一樣東西無論你是左中右基本上你不會不同意我這三樣東西很重要你不同意的只不過是誰掀起了這些這樣的作亂的問題我就是比較相信一個可能就是說今次的選舉 是 Trump 都會贏但有些州票數接近而接近的程度咧，係會影響到選舉結果。一旦係咁嘅時候咧 ，not too big to 唔係咁 too big 嘅話咧，就可能俾人 rig 噶啦。咁嘅情況會好多嘅 recount 嘅可能性啦，即係 justice judiciary 方面啦，司法方面去處理啦，媒體方面會炒作啦，外國方面會干預啦，跟住不斷做假消息啦，跟住仲有一個基本嘅原則就係話咧，暴力事件甚至乎動亂。今次我會覺得。民主黨搞到 Trump 抹黑到 Trump 是一個 Nazis, Fascist, Hitler, Germany, Chancellor 講到他是 Dictator 他跟那些 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極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站在一起跟那些金正恩、習近平和普京站在一起這些這樣的抹黑這些這樣的栽贓無日無之的話潑了一場火好像鍋燒紅了之後十一月五號一旦民主黨一輸跟住成班呢啲乜命貴啊，乜命貴啊，就會出嚟一齊作亂。呢件事要小心應付，真係要小心應付，一啲都唔容易啊！我會話呢個先至係最關鍵嘅時刻。呢個政美國政治嘅大空窗期係會平添全世界亂局嘅一種風險。我係毫不諱言咁同大家講呢件事，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明白咧，唔可以即係掉以輕心。最近你會看到Kamala 他的言論我只是說他繼續說一些前後都不一致和矛盾的言論他所說的包容和代表全美國人都是站在他勝利的前提之下做這件事而不是在他失敗的前提之下他會不會承認選舉結果不斷指著別人說你輸了會不會承認選舉結果而四隻手指指著自己那你自己有沒有答到這個問題呢這個是問題最後也順帶講一些資料補充給大家聽剛剛我在開始節目的時候都說過 Arizona 有一個非常怪的選舉制度為什麼我這樣說呢這就是美國的選舉制度幾咁不堪的地方即是你說我批評美國我都這樣說美國不是不可以批評的美國很多個州的選舉比較都算 OK 但 Arizona 是非常怪的 Arizona 呢這個州呢、就是有大峽谷鳳凰城在加州的旁邊墨西哥的北邊咁呢個地方係咩地方呢好多移民入去嘅地方。我記得克林頓當時做總統，當時呢個左派總統都冇咁黐孖筋嘅。佢知道啲非法移民，就將佢由加州趕入去邊個地方度啊？趕入去亞利桑那州。所以好多唔同嘅移民，合法又有，非法又有，墨西哥西語系嘅又有，有啲有錢啲嘅加州人去呢個地方度度假，成為咗新嘅居住嘅地方，亦都有。所以呢個地方係。龍蛇混雜，乜人都有嘅。呢個地方都乾燥一啲，你自己去過大峽谷知道咩嘅地形啦。呢個地方係沙漠邊緣，亦都係落基山脈附近一個原始嘅地方。好啦，亞利桑那州呢個地方究竟選舉制度有咩特別呢？第一就係話咧，佢嘅選舉制度入邊咧，嗱，首先講啦，佢選舉制度有一個區就係叫做咧。Mary Cooper County 呢個好出名嘅，呢個區咧係搖擺中嘅搖擺州中嘅搖擺郡，即係 Mary Cooper County
係差唔多佔咗成 Arizona 六成以上嘅選票噶啦。入邊住咗幾多少人咧？合格選民咧450万，成個肯德基州啊，肯德基間嘅 Kentucky 個州都冇咁多人啦。咁呢個 county 本身，我諗全國第二大啦，第一大知係邊個啦 ？Los Angeles County 洛杉磯郡係最大嗰、那個，加州隔離嗰個。但係 Maricopa County 入邊有 Phoenix 有鳳凰城，非常多人喺個地方住，係搖擺州中嘅搖擺郡，而搖擺郡之中佢最搖擺嘅一個。左右派的人都是平分秋色的很多，每次選舉都是爭取這個郡的支持的。他的選舉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當然是郵寄選票啦。你郵寄選票的情況下有什麼特別呢？就是說呢，譬如說佛羅里達州11月5日的 cut off 要收曬那些選票，就是說譬如5點鐘或者幾點鐘，他那個地方是結束選舉了，就是那個點之前選舉的有關委員會或者他們的當地的一些選務中心收到你張郵遞選票，這個是佛羅里達州。但是呢 Arizona 就是說你可以那個時間之前寄出的，就是說你可以那個地方，就是你截止時間你可以填緊表寄出那刻都算，這是第一樣東西。就是說你張票可能花幾日時間，譬如兩日時間才去到選務中心，咁你可能7日先收到你張選舉，先收到你張選票啊！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咧，選票咧兩頁，係咪？好複雜噶嘛，有總統啊、參議員啊、眾議員啊、州長啊 ，whatever， 一大扎嘢你揀嘅，好複雜啊！要填乜填乜填乜啊！佢有個五日規定嘅，乜叫五日規定咧？這個選務中心收到你張票，發覺你咧。哎呀，填呢個地方咧，好似畫得麻麻地喎。你嗰啲填嗰地方係咪有啲顯然嘅錯誤咧？哎呀，你係咪畫咗兩格咧？哎呀，呢個畫咗一格喎。咁咧，呢張本來廢票嚟噶啦，有疑問嘅票啦，或者 questionable 嘅票，我抌埋一邊噶啦，原先係嗰啲地方噶啦。咁啊，選務中心可以打俾你，喂，陳大文，你就唔該嚟到呢一個選務中心五日內嚟到，你填翻你應該填嘅嘢。即係可能你有四個，有五個格揀咗，你四個格有四個，第五樣嘢未揀，咁你再可以再補都得。要五日時間叫做咧自我更正，咁過一個時間先完嘅。咁所以佢咁多嘅荒，我覺得係荒謬絕倫嘅一種選舉制度之下咧，係10日至13日先有選舉結果。我再講埋，唔係13個鐘啊，係10至13日。才有選舉結果的。2016年13日 ,2020年11日 ,2022年13日。即是你11月5日加 13,18 日你這個郡才有選舉結果的。那你想想，這個郡是六成亞利桑那州的選票都沒有選舉結果。那即是說整個亞利桑那州在結束完投票，我先不要講時差的，結束完投票之後呢，要加13日才有選舉結果。這是不是荒謬絕倫的一件事啊？跟著他說，根據州的法律，包括當時共和黨人都支持的，就是說呢，要人手點票。他為什麼要這麼久呢？逐張票去點，在畫 Teddy。 跟著那些郵寄選票嗰啲當然啦，一定要做啦，就係、第一要 scan code 啦，第二嘅話咧對簽名啊，你郵寄選票要對簽名噶嘛，係咪？因為你簽名嘅地方係睇唔到你投乜嘢嘅 ，OK？ 你投乜嘢係秘密嘅一個箱咁樣樣，咁嗰個 scan 入去電腦度。如果個電腦講真啦，你個電腦如果真係 Dominion 啊，再講多次啦，個點票機有問題嘅話，真係不得了。我先不搞陰謀論先，我就話第一，你先要咧 scan barcode 對係呢個咁嘅人 ，OK？ 第二樣嘢咧就要對個簽名，逐個對，450万人逐個對。我講真啦，香港嘅點票都唔需要點13個鐘啦，係咪？香港幾多人啊？香港700万人，當你400万選民啦，300万選民 whatever 啦。
即係差唔多 Maricopa County 嘅人口數啦，你都唔需要點13個鐘啦，你竟然 Maricopa 要點13日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係咪？我覺得係荒謬。香港選舉都可以幾張選票同時嚟嘅，再唔好講台灣啦。喂，我哋有公投票，又有立法委員票，有政黨票，又有呢一個總統、副總統票，四個鐘頭開完啦，頂多6個鐘啊！你美國13日 ，Arizona Maricopa County 13日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所以我再次重申，你真係睇一睇美國嘅成個選舉制度幾咁甩漏。我唔係話每個州唔可以有自己嘅做法，因為呢個係聯邦制嘛。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已經合眾國啊嘛，每一個國家嚟噶嘛，我尊重佢哋每一個州嘅主權，每一個邦嘅主權。但我哋最緊要係乜嘢咧？呢成個制度係荒謬噶嘛？你唔覺得係荒謬嘅咩？咁你話，誒唔係點足十三日，咪由佢點咯？桑普你批評美國做咩？人哋中意點13日，冇人中意點13日啊！關鍵的地方就是說這個高的想改變這件事，但是我都一動不如一靜，搞到這樣。那你這13日有什麼問題啊？桑普很基本嘛，你的不確定性、造票的可能性、各種人在上下其手煽動不同輿論的可能性要出現。以前是馬車時代，你不可能這麼快牽涉到全個州的一種討論，現在網路時代、手機時代，怎可能不引起討論呢？而整件事引起討論，一些不肖之徒不尊重 Honor Code 就會做一些不肖的動作嘛，換票箱、假信息、搞一大堆東西、燒你的東西、破壞你13日在做工作的點票工作，因為要做足13日，不是做4個小時，結果就是你暴露的風險，暴露的風險就是暴險的時間就長了。我問你了，這樣是對嗎？以前馬車時代可能真的人呢有 Honor Code 打下，即做下牛仔打下槍沒問題，但是今時今日你想想有幾多的紛擾，外國干預的又有，本地的 Enemies from within 又有，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辨這個問題咯。 OK， 補充這節新聞給大家聽，希望大家明白美國究竟玩的什麼的大局咯。 OK， 不要對於民主喪失信心，我們對於民主的瑕疵要批評，但不是對美國的民主共和體制喪失信心，更加不是要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模式專制獨裁體制鼓與呼，希望大家要搞清楚這個事實，避免一切的認知作戰空間。好，講到這裡，明天再講。